无限量的，办个大王卡。辣条，没睡好。闻见啥味儿啊？走门，走门。说话说的多了，不是说的是错的。是真饿了，晚上没吃饭呢，每天晚上都没吃饭呢。你们说我懒不懒？对，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钟到家呀。每天，你知道我每天差不多12点左右下播，然后到家的话一两个小时，是不是？到了家还要弄一下、洗漱一下什么的，然后就弄到那个了，两三点了，然后再看一下家人们的回复、家人们的信息什么的，然后再刷一下抖音，就到了3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能睡好吗？辣条，对呀，不吃饭就出来了。666走起啊，全屏666走起哦。没有开车，以后探一天休息一天吧。怎么行呢？你们应该在我直播间就很多的，在我直播间久的人就应该知道啊，我是差不多一个月休息个几天吧，休息个几天。对，今晚有点晚。又卡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又卡了。又卡吗？这显示网络很好啊，没有卡吧？感谢求爱的关注。对，没有吃饭就出来了，没有吃饭就出来了，注意身体。还卡吗？磁场问题，现在卡不？现在还卡不卡？现在离它越来越近了。没办法呀，抖音走起，粪狗饭吃，粪狗饭吃。磁场的问题。现在离那个教堂越来越近了。刚刚吃了点辣条，填一下肚子，有点饿了。有点饿了。在直播间的家人们，666刷起啊！弹屏666走起。现在人气不是很多，但是等一下进去的话，可能人气就会慢慢的多起来。弹屏666走起，家人们，有小星星的走一走啊！没有人。对呀，哪有黑色的影子？
这一天里，戴下口罩，有小星星的走一走哦，活到99啊！11点了，11点就11点吧。这一天天的，别给我少吃零食啊！没有吃饭，有点饿啊，要补充一下体力啊。等一下虚脱了，进去特别热，蚊子又多，费尔。走了走了，进去了进去了，卡了卡了，怎么又在叫卡呀？今天还能不能好好的那个了？怎么一个劲的都在刷卡呀？卡的话进我的小号吧。哎呦，没吃啊，没吃，没吃，没卡。大号卡的话，家人们去我的小号哦。大号卡的话，家人们去我的小号搜索“胆大迷妹”那个号，进我的小号。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小号大号特别卡，磁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？对，吃夜宵，吃啥夜宵啊？夜宵钱都没有赚到，还要打车，算一下，都要吃不起饭了，还吃啥夜宵？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进去了进去了。其实是这边是一个很古老的、有历史的教堂了，非常古老的、有历史的教堂。就我这个榜还吃夜宵，打车都不够，打车都不够啊！我去，人家每天都是几万几万的音浪，我才多少音浪是吧？唉，哎，有人吧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咋会弄上次，咋会弄那些东西啊？对吧？什么声音？啥子声音啊？对，罪人无果。什么？我都不认识那个字啊！今天中国之后，走走走，哎，因为昨天有人要求要来，今天还要来这个教堂走一波。
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这个教堂走一波，因为有人要求了，今天要来，咱们所以今天特意再来这个教堂走一波。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那个的，还是比较狠的一个地方，阴阴沉沉的。对，还去纺织厂，去纺织厂吗？影子，哎，中间有个影子，换光，怎么一天天的就叫我换光啊？是教堂啊，小白，有什么典故吗？你们自己看啊，典故。这直播间我一般都不说的。原来在哪里啊？青衣大哥，青衣大哥，去房子上找人了，找啥人都。下次再去吧。不说典故啊，最近小号有点还是不清楚。小号的感觉有点模糊啊。原来在旁边是吧？走，我们往前走。哎，以前肯定是有修女的，这边是有修女的。以前这边特别特别多的那个在这边讲那个，我今天的感觉就是今天手机怎么有点歪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摇椅又动，又动了？你动的吗？我靠！我动啥？我没动啊！我离刚刚离得很远啊！阿曼，阿曼，我去！没有风，没有风，椅子动了！哎，我瘆得慌啊！天哪！对，阿妈，我们还是这个光吧，我觉得。其实，看不清我的。不能对着油画，上次对着油画也是，只能对应火。只能对一伙，哎，谁啊？我去！啊！
没响啊！我上次来的时候电话也没响啊，电话响了。什么声音？小心点！哎，我点。我放倒了，把它放倒了。你们今天怎么一个劲的蓝光、绿光？蓝光、绿光，其实这个，白的。照上面，你们一个劲的，什么动静？上次有酒啊，秦毅大哥，上次也有酒。怎么办？我去！哎，把那个桌子也放倒！我去！不要吧，不敬啊！不敬啊！我去！对，教堂确实有点凶。刺激，刺激，能不能姿势走一波呀？我去！
打扰了，有事找黑本啊，我只是混口饭吃啊，我只是混口饭吃，我去，别开绿光了吧，我也觉得。有小礼物的，能不能支持走一波？能不能支持走一波？我头疼了，现在，我感觉这里面磁场有问题，磁场有问题，管不了卡不卡了，这摇都摇不动了。摇都摇不动。今晚周五。卡了，卡了吗？没仔细听。什么声音？开门的声音，我没事啊，我在听动静。不卡，我刚刚。关灯！你敢下任务吗？你敢下任务，我就敢关。去，这一点点的。放回去吧，我感觉对他不敬啊！这个摇篮，我感觉我是不是打扰了？这个摇篮我把它弄倒了，我感觉对他不敬啊！我去，我把它扶起来吧。起来！打扰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天啊，我想把他扶起来的。哎呦！扶起来好像反了，我好像反了。
我怕惹怒他了，真的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没吓到，我自己啊。现在就这样吧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有事找黑粉啊！别找我，我只是混口饭吃的，我靠。没有，我感觉我刚刚对他有不敬啊，我刚刚把他弄到，真的对他不敬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那个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太难了今天。这里面怎么还有白布是啥意思？哎，怎么还有白布啊？怎么还有白布？旅行者大哥也来了，为什么教堂会有白布是什么情况？老许，是不是有人在里面睡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人睡觉。没有人睡觉，就不知道。别吓我，别吓我。不要吓我！你们一天天的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吓我就很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种地方真的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还是瘆得慌，特别瘆得慌。尤其是那四面布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，尤其是那四面布，就那四面挂着的台布啊。对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其实我一个人在这里面，我感觉还是毛骨悚然的，真的。尤其是看到那四面布的感觉，就特别特别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怎么了？刚刚没有怎么样。就刚刚有点那个。对，我胆子小，别吓我。就刚刚看到这四面布的时候，一瞬间就特别让人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特别让人毛骨悚然。白光，刚刚什么东西在那里动啊？椅子没动啊。
个地方，我觉得。白光，那我们就用白光吧。啊，我感觉白光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安全。你们觉得呢？用什么光？用白光的刷波一，用蓝光的刷波六，用白光的刷波一，用蓝光的刷波六。你错过了一个亿，你错过了啥？我记得。白光一点也不好，哎呀，我去，那就白光吧，家人们，白光吧，为了你的安全用白光。我也觉得白光比较安全一点，我觉得别的光特别那个，特别毛骨悚然啊。这里有烧过的痕迹，有烧过的痕迹。哎，那一头是啥？我注意周围了。我们安全最重要，其他的都是次要，其他都是次要。前面咋了？前面咋了？前面咋了？哎！什么东西？刚刚酒瓶是倒的吗？对呀，刚刚酒瓶是倒的吗？酒瓶怎么倒了？刚刚家里面酒瓶是倒的还是不是倒的？两朵花中间里面是个格子，刚是倒的是吗？对，干嘛呢？是那个教堂。对，小门里面有东西啊。没有看。刚刚酒瓶不是倒的？风吹倒的吗？风吹倒的。对，里面有圣经。这阁楼里面有圣经。啊！有酒，我刚刚摸了，里面有酒，就一瓶满满的酒，一瓶满满的那个红酒。
里面，阁楼里面上次来了，里面有圣经，里面有圣经。开酒喝几口，你来喝吗？你来喝。82年的拉菲，1990年的，1999年。这个酒真的有来头了。天安门的大哥说用绿光，对，价值不菲呢。这瓶酒是开过了，没开过的话，这瓶酒肯定价值不菲。哎呦去，冒汗了，出汗了，啊！用绿光。这里面没啥东西吧？这里面没啥东西吧？嗯？这里又跟啥？这里有本圣经。电话拿起来，喂一下就响了。不喂，喂的干啥？不喂。这钥匙没有掉了，那你把头剁了吧，那你剁掉吧。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小，这个教堂不是很大，一眼望过去就能望到。所有的那个天门人大哥一直在刷绿光，绿光。教堂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。但是给我的感觉，我觉得进来的话还是有点毛骨悚然啊！就这种牌面，这种牌面还是有点毛骨悚然啊！我们去看一下电话吧，所有人都在刷电话。我盯着哪个格子？我盯着栏上的了。白光吧，欢迎威仔哦，威仔来了。你怎么每天这么晚过来？是不是去别的小姐姐直播间了？你是不是去别的小姐姐直播间了？把我忘了，在教堂啊，威仔。欢迎，感谢王帅啊，教堂。电话不响，说明那个威仔肯定去别的小姐姐直播间去了。每天这么晚过来，都要把我抛弃了。
过去，这有打火机，有蜡烛。感谢王帅，我可没有啊。我们要不要点一下它？重点是放生煎柜的，我们就放。我不会拿了这个电话真响吧？我们要不要拿起来啊？家人们要不要把电话拿起来？刷玻璃六，我怕拿起来会不会真响啊？我们等一下去看看放生煎的柜子。不了，老货我要不要？对，栾仓的人有啊，别瞎动，不要拉电，不拉吗？他们说电话拿起来会响，试一下。我的手啊，我的手啊。拿了没有响？别动，没有响，安全的，安全的，家人们。吱吱吱的声音啊！调皮啊！我调皮了吗？队长，我算，他们叫我拿起来，我就拿起来了嘛。他们叫我拿，今天，你后面在响，后面响了吗？啊！没响吧？别说完，左手大哥，你怎么这么懂，这么懂，真的你太懂了。哎呀，我去！问题是我拼不出来啊。这是什么？雷珠？家人们，有小礼物，小礼物的先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哦。我们去打开拼音，拉猪，拉猪是啥？走，打开柜子。蜡烛，哦，上点蜡烛就可以了。啥？要我上蜡烛吗？你们要点蜡烛吗？给他上点蜡烛吗？好像我看到抽屉里面有打火机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打火机，我刚刚看到了，这里真有个打火机，可以点啊，这里有蜡烛。你最好别点，这有打火机在这里。这打火机能用吗？我去，好脏哎！不能打吧？咦，好多灰！咦，好脏！谁丢的？肯定是别人丢的，好脏啊！好脏。
想变黑，不点吧，点啥点啊？刚刚打那个打火机没用啊，点不着，太脏了，太脏了。你别乱说圣母好不好？别乱说，昨天我们要不要打开柜子啊？要不要打开柜子？我觉得还是要稳一点，稳一点。上次柜子是自动给我啪的，啪的一声给我打开来的，开。还在，上次那本圣经还在这里啊。就今天，这个教堂我觉得还是有点安静的。桌子上没有圣经，就里面那本圣经，上次不是看了吗？又听到打火机的声音，你们听到吗？怎么又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啊？谁听到了？就秦一大哥一个人啊，其他人有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吗？有的话刷波一好不好？刷一波一。我们秦一大哥他说听到打火机的声音一直有。秦一大哥你是不是戴了耳机？没有，都没有啊。圣母也听到了。圣经我们不看了，上次看了。不行，扛把子不能这样玩。感谢所有的我心小姐姐的亲吻啊，感谢。我就戴耳机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有没有听到？家里面有小礼物，小礼物的支持一下好不好？有小礼物，小礼物的支持走一波。就上次，威仔你在不在？威仔你在不在？上次你说看到那个洞了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但是只能看一下哦，我们就闪了。上次看到那个像，他的嘴巴动了，我去！威仔你在不在？我也戴耳机的，把火机扔出去啊！刚刚那个打火机吗？威仔在。你要不要看一下上次那个像啊？我只能看一下了，因为不能紧对着那个相片。那个，因为上次
也是，你们仔细看哦，仔细看，别看了邪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我去！感谢谁懂我心小姐姐的猫咪啊！感谢感谢小姐姐。你刚刚看到了吗？你刚刚看到了吗？因为我不敢一直对着盯着他看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自留，快速的过一秒。啊！哎，感谢谁懂我心啊！哎呀，家里面有小礼物，小礼物的先走一走，好不好？走一走。哎，这么短看不出，我不能一直对着他，不能一直对着他。没礼物，没礼物啊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。对，后面的上上票支持支持，走一下哦，感谢威仔，以后晚上天天来，天天来干啥？今天晚上好像有点安静，今天晚上好像有点安静了。感谢老铁的香花。去大门那里，隔远一点就有动静。那我们阳光走走。哎，我去，感谢道哥。我是什么光来着？红光吧，我去今天。红光吧，不是，我说以后天天来你直播间，加个粉丝团嘛，叫大哥天天来我直播间，加个粉丝团啊，每天过来报下道好不好？每天过来报下道。嗯？嗯？怎么有个十字架的影子啊？我去！影子，那是啥？哦，这个，吓死我了！我去，我靠，这个没带，没带宝剑，最近都忘了。你前面，我前面这个，我吓我一跳！哇，我刚刚才看到。哎，这一天天的，我感觉我都要成那个了。都要成神经了，我去！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！不是我自己感觉有一点神经了。我刚刚真的，我以为是啥呢？刚刚我才看到这个十字架的那个，啊！我自己都要迷糊了，成那种神经的感觉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去去去去！不免，这属于不敬吧？放松一下，别怂，我算放松的了吧？我还不够放松吗？出去隔远一点。我们扛把子叫我出去啊，叫我出去啊！哎，只要一转身就有东西，就东西永远都是在你背后。
东西永远都是在你背后，对不对？就我每天就感觉我背后有东西跟着我，每天都感觉有背后就，我总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特别特别的，那个你知道吗？对，一转身就有响声，然后，所以叫你隔远一点探听，隔远一点再照你来，我站在门口来，好不好？站在我门口来。你照后面。出去，那里往里照。我出去了，那我出去往里照吧。扛把子跟我说，我刚刚就。柜子，反胃了，牛逼！哎，我去！还好我刚刚走到门口来了，要不然我那一下我跑都跑不掉。扛把子叫我到门口，我刚刚就差点，我就要在那个大门口那里照了。我刚好走到那个门口来了，我估计是，刚刚那个肯定是修女啥的，肯定是修女啥的，看着好吓人，对。出来了，我还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，其实里面不大，你知道吗？里面特别特别的小，特别特别的小。我去，是啊，我在教堂啊，秦小妹，我在教堂，四个女的，对，穿白衣服的女修女。有录屏，以后就在门口往里照，再去看看。哎呀，我去！我们现在，糟了！哎呦，我去！我不敢进去了，我操！照完再进去。以后还要来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昨天是因为有大哥，感谢一梦啊，
我昨天是因为有大哥叫我来的。这一天天的，以后就在门口先看看，我糟了，我刚刚不是照了吗？我进去的时候，我一门口我就往里面一照，然后里面所有的每一个角落我都照了一遍，我才那个的，要进去特别小心，要进去，这么多人陪着你呢。这个教堂真的很古老了，很古老了。看了吗？特别古老的。还跳舞真绝了，他刚刚有录屏的吗？秦毅大哥，你刚刚录屏的没有啊？发群里还跳舞了，真绝了！刚刚那个修女还跳舞了，我操！没有，老铁大哥录了发群里啊，老铁大哥，哎呦我去，要加群的家人们加群啊，一瓶快乐水截图私发给我加群，不是扛把子，你刚刚那个节奏我真的是对你有点那个了。对你有点，对，一瓶水，一瓶快乐水才多少钱？才多少米啊？所以你们还是时间有点短。刚刚我家人们，我刚刚在那里面。感谢刚到，要加粉丝团哦，加粉丝团进群哦，一定要带我的粉丝团啊，粉丝牌。休息。我刚刚在刚刚看那个的时候，我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了半天，我都没有，因为我眼睛本来就有点近视，你知道不？我看了半天。再进去看看，我缓一下好吧，缓进去看看嘛，看家人们啊，家人们给力我就给力，我就进去看。哎呦哎呦，家人们能不能支持走一波，我们进去走再看一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怂啊。那个我刚到，大哥你是不是要加群啊，加个粉丝牌，卡了，欢迎僵尸先生哦。感谢星星。对。感谢快乐的星星啊。都想看，家人们想看的家人们一波六走起。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看的。你一开始在门口拿光照，我就觉得柜子不对劲，我去，要看的家人们先刷一波六，我刷六的能不能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小心心支持一下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欢迎八一，马上十二点。
感谢可怜，感谢午夜。修女是好的，但是我也不会害她呀。我也不会看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会害他，我只是过来打扰一下他。我感觉这个是，一个热气球咱们进去啊，一个热气球咱们进去啊，家人们众筹一下，咱们就进去，门口照可以。我等一下就到那个大门外面的那个门口再照一波，看一下那个修女还在不在。我去，她还跳舞，我去，她是。他是在挑逗我吗？我靠！哎呦，红光，扛把子可以，红光进去。起雾了吗？我去，起雾了吗？感谢林哥哥，我去，你要去就用红光，一个热气球咱们进去逮一波，家人们众筹一下，能不能上一波？哎呦我去，没有那个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旅行者大哥也来了， KK 大哥也来了，我去，今天，袁大哥也来了，八一大哥也在。我去，今天感谢那个道法自然大哥，感谢。感谢旅行者大哥，感谢。我也服了你，我也服了你呀，你。他是懵的，他刚刚真是懵的，我刚刚都没有反应，我刚刚他叫我一直往外面走走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红光要我用红光逮一波。对，刚刚看那个修女，感谢快乐的星星啊！直觉，他是直觉啊！我刚刚也没有那个，哎去，能不能逮上来呀，家人们？能不能得？见到我跑了呀，自然大哥。哎呦，感谢爱吃的猫啊！感谢大哥。现在怎么弄，家人们？还要不要得了？还要不要进去啊？一个热气球咱们逮一波啊，一个热气球咱们家人们众筹到一个热气球咱们逮一波。哦，一个热气球逮一波。其实我还是怂了。没有热气球的家人们，咱们来二十个关注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二十个关注咱们进去逮一波。没有关注的点关注。我在门口，我现在就在门口，这就是在门口啊，快乐的星星。我现在就是在这个，家人们，没有热气球的家人们，咱们二十个关注得一波。对，我来，现在直播间80号人。不可能都关注了我，别进去。对，没有关注的家人们，走关注，二十个关注，咱们进去逮一波。没有热气球，咱们关注走也是支持，好不好？也是支持。我现在在这个门口。我不知道，现在直播间80多号人，我不相信这些人都关注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咱们
对，旅行者。记住，别踏进教堂一步。我没有那个，我现在在外面，在外面。咱们网络卡顿了，我去。还去啊，威仔去啊！我说的一个热气球，咱们进去再继续逮一波。不要去了，很多家人们，很多家人们都叫再去逮一波。我怕的是教堂大门那里。我是我等一下我进去的话，我肯定就在门口，我不走进教堂里面，好不好？再看见那个跳舞，别喊！感谢所有家人们，别进去先，就去的支持，对，远光就 OK 了。我等一下进去的话，我肯定就是远光，行，可以找一下就走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进去了，因为马上12点了，12点。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我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家人们能不能给力一下？能不能给力一下，家人们？对，在里面。我现在在门口，估计不在了。我不知道在不在，我不知道在不在，所以，好醉。你们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全屏的六刷一下，好不好？满屏的六刷一下，咱们再进去最后一波。有小星星的小星星，走一走啊，走一走啊。什么光进去，家人们？什么光？一瓶快乐水截图私发给我，一瓶快乐水截图私发给我，加粉丝团。红光吧，扛把子哥哥刚刚说红光，哎，我有点发抖了，我去这个地方。红光吧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不行！哎，我有点受不了来了，我去，还在那里啊，还在那里，还在跳舞啊，在的，我去，我离他远一点，
这个对方真的。怎么办？不是流浪汉，不是流浪，我刚刚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刚刚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。哎呀，感谢一梦啊，感谢一梦。不是流浪，我刚刚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。跳舞呢？教堂啊，小辉哥哥。叫他，卡了。这个怎么弄啊？天哪！现在整的我有点不敢进去了。我去。欢迎华大哥哥。四个白色的飘在半空，他们都在刷，他在跳舞。对，华大哥哥来了。怎么办？我去，我现在整的我不敢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多小时。修女，她是修女哦，我操！别进来。是白色的影子飘在半空，没有腿，我去。这次用白光试试。还要进啊！哎呦，我有点发抖了。要我进去的家人们能不能支持一下？我不支持我就撤了，我不想进了。这样的，那个在跳舞了，感谢回来。哎，慢慢的进。叫唤了，留下他，家里面打他，我去，走，他来就打我呢，我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被吓的。我去，啊，他哭的我都不敢进去了，我去，啊，太他妈吓人了，啊，他这哭声搞得我都不敢进去了，妈呀，啊，哎，你别叫啊，
的大号啊，大哥！亮了，给我扣一来。别进去。厕所亮了。哎呦我！妈妈呀！有东西啊！干啥呀？都给我干蹲那儿了，家人们，都给我干蹲那儿了。哦，我刚刚被他吓到了，我靠！我本来就不敢进啊，我这他一天天的。老师啊，你还在那屋呢？秀丹啊，他这一天天，家人们，咱170人啊，咱们把分撵一撵啊。对，家人们有条件的打他。娘们给我干了。是那个吗？没门啊！门怎么关上去了？哎，不行啊！对面自行车有老头儿，看出来了。我们家，我去，快回去！这门怎么关上了？我再停一会儿。我不说话。停这3分钟，家人们。我不说话。必须把那娘们干倒。家人们有条件的支持一下，打他！气死不能输啊，家人们！气死不能输！我去，我的个！别去了，门关上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刚刚门好像是打开的，我去。对，对面都是小浪蹄子，小浪蹄子，别进去，我到外面，我就到这里，我不进去了。感谢张雨欣呐，谢谢。门关上了。感谢婚姻啊，感谢。来片饮料去。别进。家人们有条件的众筹一下好不好？有条件的支持一下。老师穿个红衣服在这里边。咋又倒了呢？家人们这烟抽的太快了。你要进就别说话，我没说话呀，我没有说话。那个钻缝里了，他咋拿出来了呢？我今天算不怂好不好？我今天不怂啊！啊！我去！修女，知道这个，来这里边画的涂鸦，看看今天晚上蝙蝠特别多，放你回家，完了都怕咬着我，真的，真犯不上了。现在我们走到第6楼啊，还有30秒，家人们，手里提好。啊，还有30秒了。感谢感谢感谢！我去，刚刚啥情况？吓拉尿没？刚刚啥情况里面？我去！太猛了吧！录了录了录了，修女肯定录了，里面门全关上了，别进去啊！自然大哥说别进去，关门了。对，刚刚感谢恩大哥。太邪乎了吧！阿门阿门。
哇，3点了，我去，3点了，哎呀，我去，我们还要进去吗？我真的有点那个了，有点那个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自己关上的。不是风，不是风，绝对不是风吹的，家人们。我们要不就守在这里，我们要不就守在这门口。感谢华大哥哥，我们要不就守在这里。如果是飘，他不可能会出来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回家。算了算了，进去看看到底是谁。这个修女看来离不开了，回家睡觉觉。回去啊。继续的刷六，回去的刷一，继续的家人们刷六，回去的家人们刷一波一。离不开教堂，对。继续的家人们刷一波六。回去的家人们刷一波一。六特别多，刷六的能不能支持走一走？刷六的能不能支持走一走？没有支持我就撤了，我就撤了。小礼物上的支持主，对。尊重粉丝上吧。
再冲一波，哦，再冲一波。感谢雾的眼镜哦，感谢大哥，有小礼物，小礼物先支持一下吧。我也是，太难了。怎么开了？哎，我有点怕。门怎么开了？刚刚门没开啊。卡了。哎，怎么网络卡？对。我刚刚的摄像头，没有人住。阿曼，阿曼，叫你不要喊，没喊。嘘，怎么还在那里？我去他。我们进去吗？要不要进去啊？我操！我靠！我有点，我算胆子大的吧。我算胆子给力的吧。进去的家人们刷一波六，好像没有在了，我去，
666早起，小心点，我知道。哎呦我去！不进去。哎呦，榜一是谁啊？我看一下。老铁大哥，我们要不要进去啊？别进，就是这里。你自己决定，胡说，大哥。感谢恩大哥，进啊，进去。地上有影子，哪里有影子？地下有影子。倒影吗？倒影吗？哎呦，感谢自然大哥。回去，别进回家。主要是，不是，那个，柜子上两个墩是啥？花呀。不是那个，叫啥？哎呀，那个叫啥？雾大哥，不是我不进，我们大哥都在刷，都在刷，别进，不是我不进啊。在动啊，花在动吗？感谢自然大哥，他们都叫我不要进去啊。聚光，这是在教堂，五哥。这是在教堂。哎去。大哥们都叫我不要进去，有大哥上。有听到门声，胡说大哥说门声，刚刚有听到声音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刷一波一好不好？可以刷一波一，夏末来了，夏末来了。哎呀我去！哎人，哎你哥哥，你还在外面呢？哎我出来，都听到了是不是？不是我们，我吓你们，是真的听到。我刚刚那个声音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传出来的，我靠！没有呢，我今天弄得有点晚，我去，我今天别别，那一进去太险了，我不给你连了，我害怕。没有出来了，在门口呢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下摄像头，我怕把他吓到，
我怕把他吓到，我出来了，我在门口呢。哎呦，刚刚真的，门的声音。对面好美哦，是不是好美吗？胡说大哥，他说对面的小姐姐好美，别。妹妹呀、啊，对，不是我吓到你们，是那个。教堂啊，我怕。教堂怎么会害怕呀？教堂不害怕的呀。怕呀！今天碰到修女了，我操！没声音很修女。对不起，哥哥，破坏了你心目中的印象，对不起。没有啊。我刚刚那个，咋了？欢迎张静，没事的，妹妹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摸摸你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我头好痛，哎呀。头好痛。碰到三个修女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啊，我跟你缓一下，我觉得好多了，好多了。都很好的呀。我们胡说。修女人都很好的呀，她不会伤害你的呀。她没伤害我，没伤害我。修女穿的都是白色呀。是啊，刚刚对面的粉丝不给加，刚才门脸讲。我现在在外面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呢。还要评估一下心情吧。你们家大哥在不在？哎呦，你家大哥不在。你说不在，那就是在了。你在的话，不在的话我就撤了。在的话我们就打一下，就对他修女。我们家大哥。我们家那个胡说大哥，你也不赖。对，收军能平衡一点。自然大哥，对，确实。好好护着点迷妹，知道吗？谁呀？有点虎，迷妹有点虎。谁呀？一天虎的。感谢观察的粉丝牌啊！欢迎向一。家门有条件的上一下吧，好吧，上一下。感谢观察，头好痛。有条件的赶紧上一上啊，要不然我还让你们家妹妹惩罚他。等一下，他又要我去撩小哥哥去了。我们家威仔今天也来了，今天大哥差不多都来了。我说大哥39级哦，39级哦。家里面有条件的上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还有30秒了，我弄完我往外面加油。他们家有大哥在的，有大哥在的，他们家新一大哥肯定在的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有一次红色椅子动了，掏出宝剑了。感谢我守护小星星。学啥呀学？我学啥呀？溜了溜了，又卡了吗？又卡了吗？还有10秒了，有没有大哥动一下的？加油！感谢老铁大哥，感谢胡说大哥。你们家往哪边走？车爆罚啥？你们家大哥没在吗？没在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至于不至于？主要你跑太快了，大家不乐意。不是我跑太快了，是他们叫我跑的。我想知道里面到底是啥，
明天看吧，五哥加个粉丝团，明天过来看好不好？我每天9点到9点半都会开播啊。我先走了。你先往外面走。你出去你还带宝剑吗？带呀、啊。今天没带。你还带宝剑呀、啊？我今天没带，我一般去那种地方我可能会带的，去某那个医院啥的，我会带着宝剑啥的。豪哥你是？威仔的那个米送给别的小姐姐去了吗？是不是？威仔。快回家！感谢那个头疼受惊了，对，道法哥，你去我的大号吧，道法哥，大号可能会更人气更多一点。你们？你这个是小号啊？大号，没有啊。就是明明你探险的时候，你还会拿大宝剑吗？会啊，我会带着附身的东西。我去、啊，还会拿大宝剑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明天带宝剑吧，明天我一定要记得带宝剑啊！我每天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忘记了。你怎么罚我？罚不罚？就不罚了吧，算了，就不罚了。才100多票呢，又没有票，不是很多。哎，行吧。因为你这几天是不是没有那个？没有那个？没有播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干嘛？没有，我这几天没播、啊。你这几天干嘛呢？我学习去了，去。你这几天干嘛呢？出去学习了。学啥呀？出去学习了，这是我们美容培训知识吗？你还在美容吗？嗯。好吧，是吗？那我的这个就是歪的，嗯，那，欢迎超级，最近都没有正常在那里先刷，是吗？威仔，那我走了。行，有缘，我们。